好球！先看这球，就是孙明篮下，小川儿自投自抢，墙上又短了，有一个，哇！小川儿漂亮，投，嚯！早传卡米莱好，好球！哎，自己没接好，哎呦！那我们看今天他是不爱投吗？然后之后，好球，这边很准。哎，这个就配合不错。哦，这个人打里没传递。哎呀，小川错位，面对徐杰，没有打机会，超强。前两天还有奇扣，对，哎，川空了，好球，有一个掩护，传给翟小川，漂亮，哦，球。深圳队的滑动速度很快，哇，方硕四十五度突分，小川线。接球投篮，好球！敢投还给王旭机会，这是北出分，翟小川四十五度的三分，好球！这防守面积还是非常大，又是小川，又是翟小川，都不在林书豪手里。翟小川，两分。浙江队啊，昨天咱也转了，和这个底角看这个好球，小川。而且呢，这个塞克斯啊，他不是好球，好球！哇天！上线掩护，方硕突破给到小川，反手的上篮，好球！在今年他还挺辛苦的。翟小川松马步，小川接球投底线，力顶开，好球啊！哦，哎呦，这圈下一小油度。哦，超远！哎呦，哥，这边线球世界难题。他在江苏，在那哪儿，在广东的交手试水以后，哎呦，小川儿抢断，漂亮！哎，零零一，再往出给这球。对，我觉得他第一选择啊，应该是给这个。江现在他每次的突破都至少吸引三人包反击的机会，给翟小川，好球！哦，漂亮，好球！面对防守，顶着头，严哲下，赵继伟下手真快，对，下手抢断，看这反击怎么样？不上篮板球，因为大家守的是一个区域，所以呢没有对位顶人的概念，还是在找自己投篮节奏。小川拆出底角的三分球怎么样？小川运一步，底角，哎，这边放小川头不太没机会，连续转小川的空位，无语。给到小川底角。